《大秦帝国》第四部《阳谋春秋》第十章《合纵回光》五，壮心不已。春申君奔波合纵，西陵君在魏国拜相的消息传来，整个郢都顿时亢奋起来。楚国已经沉寂多年了。 自白起攻克夷陵，夺取老营都，楚国竟是荆江地域东迁淮水南岸，至今已是三十年过去。楚顷襄王已经死了，继任的考烈王也已经在位十五年了。三十年中，除了顷襄王在东迁之初平定了江南十五城的小叛乱，从而巩固了。 星影都外，楚国几乎没有过任何一件使天下关注的大事，北上中原争霸的雄心再也不提说了。面对中原惊心动魄的连绵大战，楚国所能做的也只有小心周旋四个字。小心周旋者，既要立足山东六国阵营，又不能开罪于秦国也。 秦国气势太盛时，楚国除了派太子到咸阳做人质，也时不时割让些许土地安抚秦国。秦国顿挫时，楚国也不再争做抗秦轴心国，而只做得适可而止。合纵旧赵，楚国曾坚持拒绝做首倡之国。 直到平原君率门客军南下，毛遂挺剑相逼，考烈王才适可而止的答应加入合纵。入则入矣，也绝不做联军主力，只出得三五万兵马罢了。如此三十余年周旋下来，楚国总算是没有大翻覆，落得个战战兢兢，风平浪静，国力也稍稍因时振作起来。 楚国君臣又活泛了，北上的议论也渐渐从无到有的多了起来。朝议最风行的说法是：白起饿死了，范雎退隐了，秦昭王老死了，天使秦国衰落也。当此之时，吕不韦逆天灭周，蒙骜东出掠地，岂非多行不义乎？ 若是山东合纵重开，楚国再无顾忌，北图大好时机也。此时，信陵君拜相的消息传来，无异于一时入水，涟漪大起。信陵君何许人也？天下谁个不清楚？信陵君复出为大国上将军，其锋芒所指，天下谁个不心知肚明？别说楚国君臣。 便是郢都国人，也是奔走相告，纷纷揣摩，人人都惶惶然、欣欣然，说到不休。春申君府邸门庭若市，大臣们争相聚来做国策之变，纷纷要给楚国谋划重振长策。无论对策如何，那一派多年不见的昂昂之情，已叫人油然而生雄图之心，相互砥砺。 慷慨欲生，没有人再问究竟如何去做，只一口声呼吁，请命楚王拥戴春申君北上首唱合纵。春申君始终没有说话，宾客旦来只是听，宾客旦走，只是送。末了，只有一句话：“主公高论，容老夫思之。”如此寻日，朝议。 愈加激昂起来，十余位元老重臣索性上书楚王，请行大朝决议。这日暮色，王命到府，密召春申君，立即入宫。此时的春申君已经今非昔比，是楚国一等一的实权强臣了。在战国四大公子中，春申君在风华之年，一直是没有做过并国丞相的清爵公子。 因多年追随屈原而招致一般贵胄声讨，只能做个周旋邦交的角色。其在中原的声望实力，远远不能与信陵君、孟尝君、平原君三公子相比。春申君命运的转折，来自十五年前与秦国的一番艰难周旋。楚顷襄王末年，秦国正当昭王气盛之时，顷襄王。 基于秦军已夺楚国荆江根基，深恐秦军顺势南下追击，拟派太子芈完到秦国做人质，以与秦立盟结好。春申君与芈完交后，向顷襄王请命，陪着太子入秦做了人质。数年之后，顷襄王一病不起。 飞书秦王，请允准太子回楚，遭秦国断然拒绝。陪同的致使春申君思忖一番，来拜见应侯范雎，当头一句：“丞相认可楚太子乎？”范雎笑答：“是也，何须问也？”春申君精神大振，立刻开说：“今楚王只怕难以企及，秦国不如放太子回楚也。” 太子继位以感恩而忠心侍秦，丞相也是功德无穷也。若不放太子，无非咸阳多一庶民耳。楚国若新立太子继任，则必不侍秦。秦国失楚王之和，绝非上策也，请丞相思之。范雎以为有理，禀报了秦昭王，秦昭王却说。 安知楚王非诈病也？可令我使与楚太子傅先回楚国探视，回来后再做记忆。得范雎回复，春申君大事不安，反复思忖，虑及楚王也钟爱自己的敌手杨文君的两个公子，若单延时日，楚王在病急之时立了新君，则一切晚矣。 春申君连夜与太子完密谋，将太子完装扮成太子父的驾车御手，随秦使车马队入咸阳，回了楚国。春申君自己留下来称病不出。两日之后，算计太子已经脱险，春申君自己来见秦昭王禀报：楚太子已经离开咸阳回国，黄歇请死。 秦昭王大怒，拍案，正要怒喝斩首黄歇，应侯范雎上前低声道：“春申君以身殉主，王何称其忠义也？许其回楚，必为新王重臣。春申君宁不亲秦乎？”秦昭王恍然大笑，当即下座扶起春申君。 一番抚慰，随后立即派车马送春申君南下了。回楚三月，请襄王一命呜呼了，太子芈丸即位，这便是考烈王。新王立即下书祖朝，春申君为丞相，实封淮北十二县之地，以补偿昔年之功。至此。 虚封多年的春申君一举成为楚国封地最大的权臣。后来齐楚举于春申君，上书楚王说：“淮北之地，皆与齐国接壤，不易防守也。老臣，请献淮北封地，换封江东一郡，交臣治理，以为楚国根基之地。”考烈王慨然批曰：“春申君。” 国之干城也，何言换封？加封江东一郡可也。如此一来，春申君便将封地都邑从淮北迁到了吴墟。吴墟者，故吴国都城之废墟也，后世称为姑苏者便是。其地榜震泽，储水乡，丰腴肥美，渔农工商，百业皆旺。 实在非同小可。春申君在吴郡大造成邑，广招门客，一时声威大振，活生生半个楚王。势大未必心安。威赫之余，春申君毕竟还是想做一番功业的。仔细揣摩，要在楚国再像屈原那般折腾变法，显然是劳而无功也。只有在。 军政治民等几个意见成效且无争议的方面做些建树了。此等谋划之下，借着齐国衰微，春申君亲率十万大军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北伐，一举灭了连一万兵力也没有的奄奄一息的鲁国。班师庆贺之日，在国史上大大记载了一笔。春申君向八年，未除。 北伐灭鲁，由此一举，春申君成为楚国历史上为数极少且楚人最为看重的灭国功臣。大功之下，春申君又广招天下名士，委任为治民之官。最为著名者是将声名赫赫的荀子请到楚国，做了兰陵县令。 尤是春申君正声大作，在中原竟有了中兴楚国的名望，此其实也。信陵君复出，春申君怦然心动了，对一般古勇朝臣不置可否。那是因为春申君明白，这般朝臣根本不知合纵为何物，以为只要大楚国振臂一呼，便是天下响应。 楚国已经多年沉睡，楚王心智究竟如何，还很难说。而楚王不开口，再气势汹汹也是没用。毕竟，楚国是大族封地分治，地盘最大的还是王族。论目下实力，只要楚王与春申君联手，便有了楚国三分之二的土地、人口、兵力、粮草。 便能大体保障。春申君对合纵动心，根本的原因也在这里。虽则如此，在楚国首倡合纵，春申君却不能第一个动议，包括不能在没有国王的非朝议的场合下拍案赞同，从而成为大臣拥戴的主唱人，而只能任由大臣们汹汹议论，自己只十分专注的听。 之所以如此，在于春申君十分清楚，一旦楚国决定首倡合纵，必是自己出面；而自己若不以迫不得已受命为之的姿态奔波合纵，一旦合纵失败，便没有了退路，只有自己承担全部罪责。数十年间几度合纵，六国联军只剩过一次，每次合纵失败。 自己的实力都猛跌一回，若非如此，何至于最后竟陪同太子做了人质？这是合纵抗秦的痛苦经历，数十年刻骨铭心，却叫春申君如何忘却？当然，合纵也给春申君带来了天下声望。 使他拥有了足以抵得十万精兵的战国四大公子名号，在楚国有了屈原之后，无人能与之匹敌的民心根基。若非如此，又如何能在实力连续顿挫的暗淡岁月中，没有被招景、屈、向四大族吞没？一言以蔽之，有心合纵，无心请命。 这便是春申君。群臣鼓荡，国人纷纷。相君何以筹划？楚王开门见山。邦国大计，老臣唯我王马首是瞻。春申君分外谦恭。若是合纵抗秦，得失如何？论得失，须得。 先论成败。项军就是说：“此次合纵有几成胜算？”六成。何以见得？其一，除楚国之外，山东五国均受秦国兵祸，若昌合纵，齐心必齐，兵力粮草必丰。其二，信陵君复出为魏国上将军，联军统帅无争议。 其三，秦国正在低谷，君暗臣弱而急图功业，东出铺排过大。昔年秦昭王全盛之时，对山东开战尚从来都是一个战场，对其余战国还要不遗余力的离间拆散。如今赢异人、吕不韦、蒙骜君臣三人秉国，堪堪一年。 为固根基，便大举东出，多方树敌，先轻率灭周，再连攻四国，反兵家大忌也。其次，周移民怨愤甚烈，秦国新建之三川郡尚无扎实根基，东出秦军势大，就近根基却是薄弱。 如此者四，合纵可保六成胜算。春申君说的很是平和，并不见如何慷慨激昂。果真如此，楚国何得？春申君一阵沉吟，方道：“这得看楚国介入力度。”项君不妨直言。若 以往利被动响应，以约派出三五万人马，拜秦之后，至少可保中原各国十年内不再攻楚，至多可在淮北再争得三五城之地。若首倡大义，单纲合纵主力，则至少可得洛阳至函谷关之间的三百里土地，做得好，甚至春申君。 又是一阵沉吟。如何，楚国可一举北上，至少与赵魏共霸中原。考烈王牙关紧咬，嘴角抽搐，良久无语，突然拍案：“本王不能一鸣惊人乎？”春申君肃然一躬：“老臣之言一谋耳。” 我王可广纳他意，而后断也。当断则断，何须在意？考烈王豁然起身，一挥手，左徒书命。当着春申君的面，楚王的王叔有口述、录写、誊抄、刻简、烙印等程式，飞快走完，当即颁发到春申君手里，只是空前绝后的快捷。王叔。 只有短短几句话，本王决议力行大义，首倡合纵。今拜相国春申君黄歇为特使，斡旋合纵，得调遣举国兵马粮草，郡县封地，凡有抗命者斩。事情的进展比预想的还要顺当，春申君自然是夫妇和言的感愧一阵，开始忙碌筹划起来。 合纵路数，春申君驾轻就熟。既然是首倡之国，便得先打出合纵的动议书，将首倡旗帜捧在手里。目下赵魏虽有举动，但合纵动议却尚未喊出，其因由必在信陵君对赵国君臣的冷漠尚未融化，信陵君与平原君尚在各自行动。与其时也。 楚国出面正好，所以在奉书当晚，春申君先拟好了五封说辞不同的国书，楚王阅后加盖王印，派出快马信使兼程北上，分送中原五国。三日之后，春申君带着一支千人马队匆匆北上，第一站直奔大梁。魏国虽然无可避免的衰落了。 但有信陵君这根擎天大柱，这个曾经领战国风气之先近百年的老牌强国，任谁也不敢小觑。更为根本处，信陵君是唯一战胜过秦军的合纵统帅，也是这次合纵无可替代的统帅。只要与他先行沟通，最关键的兵力分派便做到了心中有底。春申君。 只需奔波聚兵便是。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